爸爸在开始炒菜呢。嗯，炒蕹菜。蕹菜啊，我们吃个黄花，那里黄花买回来的，放在那儿好长时间都没吃的哦。亚丹，那你就去炒吧，炒黄花。我叫他来炒。杨根儿，你来炒黄花呀。可能买了恁个球了啊！晚上笨大头亲自上场过。你整的东西好结结呀，有没上场？先把那个泡一下拿来，黄花。也是辣的黄花，你秋香笨的黄花呀？哎，秋香的黄花嘞，那就是出了名的哦。那是噻，亲自招牌。黄花呀，待的时间呢还是有讲究的哦。你晓得？要5点到10点摘出来的黄花，那就是好的呀。过得了就开了就不好了。没讲究啊？嗯，就是。也就是说，那个泡了过后，那个黄花还是一根是硬的那种的，就是证明它采摘的时候是对的。嗯。如果它泡开了的话，就证明采摘的时候那个黄花已经开了，是不是？那个黄花的等级都要提升了，是不是？没错。是不是我说的吧？嗯。我想的是啊，你以前还种过黄花的是吧？我种过的啊，我都晓得爷爷屋里那个地院边里有，每天早上婆婆都给夹，那个是该夹来选黄花那个炒汤，直接去选黄花，夹来摘回来就泡一口吃了，泡一口泡一多了，朋友。手艺特长一点，但是要比我小厨啊，炒出来好吃。小开玩笑，肯定的。就是黄花在我们学校是个大工程，一朵花养育了一方人。我们学校有30000多亩黄花，每年到5月份开始采啊，年产值是2个多亿。那个时候黄花就采过了吧？对，它总共的采值期只有40多亩。有机会。等那个黄花准备开的时候，开的时候东西炒一炒，一定要生命体就亲自去采了，自己适合新鲜的。哦，这样。烤了黄花汤吧。我们还没时间过那种大场的了。